在香港社会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旨意，中央宣讲团专程来港宣讲，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一国两制事业的高度重视，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亲切关怀。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以来，特区政府、立法机构、社会各界积极行动，举办各类学习研讨活动，交流学习心得，畅谈收获体会，谋划实施行动，主动意识之强，覆盖人群之广，社会影响之大，在香港回归以来都是空前的。今天中央宣讲团给大家带来的权威宣讲，将帮助香港社会进一步深化对二十大精神的理解和把握，带动香港社会学习宣传贯彻二十大精神，不断走向深入。希望香港社会各界人士以此次宣讲为契机，持续在全面学习、全面把握、全面落实上见真章，推动二十大精神在港落地见效。